你的喜帖是我的晴天，你要我举杯，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如今整颗心都碎了，你还要我微笑？最近回追了这一套，之前一直买不到的。台湾其实有开预购，但是瞬间被抢光，而且这套都没有代理版，完全是金正。尤其是结婚的悟空跟琪琪这一对，非常早之前有他的 WCF，那也是天价。这一个蓝色不是蓝色，黄色的盒子的话，就是这两只变成是复刻的。那终于有机会回追入手了，整个盒子的颜色算是蛮缤纷的，然后大全套就是5只，然后从角色看过来的话，都是七龙珠历史集算非常著名的角色，可爱的悟空，小时候那第一次出现的布马，悟空奇奇结婚典礼，加上四星球跟必备的龙珠雷达。蛮好笑的是，之前去日本挖宝的时候，明明就有买这一只小悟空，但是怎样都找不到，非常奇怪。整体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飞行帽，还有这个抗风镜的地方，做得超级可爱。皮革的部分完完整整的呈现出来之外，整个小猴子的地方，搭在悟空的这个肩膀上，超级逗趣。悟空的表情是微微笑的样子，整个头雕的方式呈现来讲，非常复古的七龙珠历史期，超级无敌可爱的，我的天啊，超萌！那必须非常注意的是这一根如意棒，因为它似乎看起来很脆弱。那如意棒的这些细节都有做出来，然后再加上放如意棒的这个棒套的地方，护手腕，然后裤子是穿着一个短裤，然后飞行帽的这个扣环，金属的这质感有呈现出来以外，上半身似乎就是一件那种汗衫的样子，然后下面的鞋子的部分，其实这一套的评价蛮两极的，有些人拿到涂装是那种超级爆烂。像这一个也是有一点溢到颜色，但整体的造型不得不说，真的是算堪称经典。初次登场，布马的造型，说到布马，不得不说这一只真的算是堪称经典。这个造型，以现在来讲的话，布马早就是走在时代的尖端。他那时候多久之前，自己想想，就已经穿了这一种超短的热裤，把屁股蛋露出来，而且还是一长一短，非常的前卫。这次造型除了讨喜之外，整个头雕的做工跟还原程度没有话说。就布马，你想要的就是大眼美女，然后脸上贴着 OK 棒，然后头发都很喜欢绑这种马尾或是侧边这种绑起来一个包包头的地方的造型。蝴蝶结的部分呈现出来之外，整个发丝纹的地方做的也算是相当不错，尤其是整身的造型、风镜的部分，还有身上的非常非常多的配件，就几乎要那种作战的这种小小盔甲的地方的涂装。我这只看起来是目前还算 OK，手套的地方也算有呈现出来，整个机关枪的造型，然后背带皮革的地方金属的材质，其实都做得不算差。然后身上配备真的算是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小包包的地方金属扣环。然后两边都有戴着皮手套，然后胸部都是给你这种非常紧绷、
露出来的这种样子，有这种形状，因为他都穿得非常的紧，连他的膝盖的地方也有贴 OK 棒。金属扣环部分占的比例算非常的大，都可以看得到。然后靴子其实也算还不错看。然后旁边屁股大的部分，我这一次唯一遇到的问题非常妙，就是在它胯下这里就有溢到一点点颜色，但这个地方真的算蛮难处理的，因为太窄，然后你要硬搬的话，你又怕会有危险。反正如果你这样子摆着站地台的话，不会太明显。裤子的这种皱褶感做的算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七龙珠算是蛮历史性的一刻，悟空跟琪琪结婚，那短短的一两页篇幅，你再也看不到悟空身着这一种新郎整身全白的这种西装的造型。后来一路上几乎都是便服模式，要不然就是武道服的模式，整套西装算是很洁白的一个配色，再加上悟空的这个脸的呈现，非常有早期的这一种七龙珠力的味道，整个脸部表情呈现的不至于太差之外，没有太大一个缺失。那头发这边之前就说过，只要是悟空是这一种黑头发造型，它中间的分抹线就会非常的明显。那其他的地方都有大的法术感，衣服上下皱褶感，那纽扣的部分，然后前面这里全部衬衫里面这种花纹都有做出来，排扣的部分，然后这边口袋，但唯一比较可惜的是他的手臂分抹线，这里算是超级明显，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尤其是刚刚这一只手臂的部分，那裤子，那白皮鞋的地方，琪琪新娘服的造型，乍看之下做工就没有悟空那么来得好。脸部表情的部分算蛮 OK 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侧边刘海黑色的这边就少了一点点黑色的样貌，这个地方都是可以透过钢弹笔做一个补强的动作。但是另外一个刘海这边分抹线超级明显之外，还有额头前面刘海的地方的做工粗糙了些。然后造型两侧的绿叶其实做的算还不差，新娘帽的部分这边都有滚玫瑰花瓣的这一种造型，然后上半身的服装、手上的捧花这边的涂装也是不太 OK， 手背这里基本上这里的做工也是算粗糙，捧花这里的涂装算异色到。下摆的部分全部呈现一个就是新娘这一种超级蓬裙的样貌，整个滚梅花，然后下面滚花边。整体造型来讲，以新娘造型来讲的话算是蛮不错看，但做工跟涂装方面的话，这一只真的就没有他老公悟空来得好，但是后面运用的皱褶感看起来算是相当的好看，真的跟她老公悟空这样一比的话，做工算有差，两个肤色算差蛮多的，悟空是比较这一种黝黑的颜色，而琪琪是
皮肤算非常的白。四星球跟龙珠雷达比较特别，四星球可以放在这个台子上面，然后龙珠雷达的话是独立一个。七龙珠的始源一开始不是布马，不是悟空，不是任何的东西，就是这个龙珠，龙珠的崛起，然后展开了一系列的冒险跟抢夺，还有持续的剧情，直到七龙珠超。这个龙珠的做工其实算不差，然后呈现这种光泽半透明感，然后它的这个底座，然后你就可以把龙珠直接插在上面做一个摆放的动作。那加上我看到这龙珠雷达，其实哇，觉得这涂装有出乎我意料，因为对 WCF 的涂装近期的真的是没有比以前旧起的好，真的不晓得在干嘛。然后线雷达这个线的部分，然后总共七颗，1、2、3、4、5、6、7，然后这是龙珠的这种方位，整个算是相当的有感觉。加上地台，整个超级无敌经典的样貌，哇，超好看！这一款绝对是非常经典的一支 WCF。回追的老物就不会做评分的动作，那就是基于个人的喜欢。小小心得，如果你要回追任何东西的话，其实每一个东西都会有你自己在心中的价值，那只是不要太超过原本的售价太多的话，你如果喜欢的话，经济能力许可的话， 我觉得回追其实是一件蛮开心的过程，尤其很像在寻宝的感觉。那这一套所有的人物呈现，加上龙珠雷达跟四星球，绝对堪称是 WCF 算一个经典。只是做工跟涂装方面的话，以琪琪的部分来讲，是里面表现算是最糟的一支。但你又觉得结婚的这一套新娘礼服跟新郎是绝对不能没有。喜欢我影片，烦请订阅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Love and Peace， 拜拜。